早上只有10:18，今天是大龙区、大同区、大龙街这边有个重庆里106路迪化污水处理厂的回归金，也是重阳节的敬老活动。重阳节了，你看他们请那个萨克斯风来这边演奏，一长请了萨克斯风来这边演奏啊，还有一些敬老的活动在这边。这个台语歌《摩兰喜哉》演奏的非常非常好听，我张惠的歌。你看这边活动呢，有边摆的有城员外的美味料理啊、哦，大家都在排队在边领这个抓饼啊，美味料理这个抓饼。这个都有领这些礼物啊，这个排队不知道要不要什么那个，要不要什么的，这边排队呢，可以领到鸡蛋糕一份20块的鸡蛋糕，这个重庆里啊，这边老人呢啊，65岁。领取这个一包这个礼品，你看看啊、哦，还有那个月饼啊，这边那个社区非常漂亮，盖的好像应该是国，这个社区应该也算是国宅，你看也非常漂亮啊、哦。你看那边有那、这个也有那个请来的萨克斯风演唱，记者燕国龙在台北重庆里的报道。